神秘即系霍克版，咁一今呢一集咧就系经典嘅一集啦。经典一集就唔系话我哋做得经典，而系个题目本身咧系神秘学入边或者系呢个不明飞行物体嘅研究入边咧必备嘅。咁当然大家一听到真系估到嘅就系1947年7月嘅罗斯威尔事件。咁但系我哋要选择喺2023年嘅即系年初去讲呢个新闻咧，其实有一定嘅原因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咧，喺我哋做呢个霍克版嘅时间咧。人類又面臨另一次嘅核戰嘅危機嚇，咁當然大家知道一個原因，就因為而家呢個俄烏嘅戰爭進入咗個膠着嘅階段啦，咁雙方嗰、那個人力嘅付出、傷亡嘅數字或者甚至武器嘅升級咧，都係令到呢場戰爭越嚟越殘酷。咁喺俄羅斯方面咧，就警告過嚇，咁如果即係嗰個西方繼續去即係呢個支持呢、這個烏克蘭或者俄羅斯戰敗，而令到呢個俄羅斯係解體嘅話咧，佢哋不惜就係即係動用呢個核戰啦嚇。咁所以呢、這個即係梅加偉傑夫嘅話啊，如果嚇、啊、俄羅斯係戰敗嘅話咧，就係、是、呢個人類文明嘅滅亡。咁當然呢個係一個恐嚇嚟啦。咁但係聽眾喺呢度就會奇怪啦，誒點解我哋用呢個開頭咧？個原因好簡單，就是、因為羅斯威爾嘅事件，我哋一路咧都有一個即係有個一路都有一個喺不明飛行物體研究入邊一個主流，就係同人類發展核能或者製造咗原子彈嚟有關。咁呢個情況當然大家知道，就事發嘅地點就同呢、這個美國嘅核武啊原子彈。嗰、那個即係研究，即係嗰個試爆嘅地方咧，以至佢收藏嘅地方咧，有一定嘅關係。咁呢個題目太大嘅嚇，咁我哋就即係可以係喺好多唔同嘅神秘知識節目入邊咧，都係觸及到嘅。咁但係觸發起我哋喺2023年，我哋去即係推出呢個復刻版，其中一個好重要原因，除咗頭先我哋講個核武呢、這個核戰嘅危機之外咧，當然有呢個氣球嘅事件啦。咁呢個氣球嘅事件咧，係令大家重新去睇翻呢個羅斯威爾啊！我事實上喺其他嘅節目入邊，我都有提過呢樣嘢嘅。就原因就係、是、因為喺當年咧，呢個羅斯威爾事件，佢官呢、這個509啊，呢個大隊佢喺新墨西哥州啊，羅斯威爾呢個基地，我哋發即係宣布有發現咗飛碟。第二日佢哋就講話，其實呢個氣球嚟。咁但係呢個氣球就大家啊嘅情況，咁就喺個節目入面會聽到。但係問題就去到2023年嘅2月，就發展咗呢個中國嘅氣球啊，所謂間諜氣球嘅事件，就令大家重新去睇翻呢個羅斯威爾嘅事件。個焦點喺邊度咧？就究竟當其時嘅呢啲嘅官員啦，即係當呢個基地上入面嘅呢啲嘅軍事人員啦，或者平民啦，佢哋會唔會？唔將一個飛碟，唔將一個氣球當一個飛碟咧咁樣，咁呢個問題到今日都仍然係爭議緊嘅，但係咧，我嗰、那個即係睇法就係、是，其實普通人係，即使係普通人都唔會唔將一個氣球當為一個不明飛行物體嘅事。但係美國官方一直，我諗甚至到依家都係嘅，就係、是、強調一樣嘢，其實大家係睇錯咗，係。那個所謂飛碟殘骸，實際上咧係只不過係一個氣球。我舉一個例子，譬如話咧，呢啲係專踢爆所謂嗰啲 UFO 啊，或者呢啲咁嘅超自然嘅現象嘅一本雜誌啦，《Skeptical Inquirer》。佢其中一篇文章，呢、這個係應該係喺2017年嘅11月同埋12月嘅一個刊物，就寫一篇好長嘅文章，就係、是、佢。即是解釋翻當其時呢個羅斯威爾嘅市鎮入邊嘅部分嘅居民，佢點解會將一個氣球當成一個不明飛行物體？
佢當然佢列舉咗，而事實上入邊的而且確美國係做過一啲咁嘅實驗，佢將呢兩樣嘢諗埋一齊。但係對於我哋今日嚟講咧，即係成個焦點咧就係去睇翻個普通人會唔會去咁容易將一個不明一個氣球唔作係一個不明飛行物體咧？我喺今次睇到呢個中國嘅氣球嘅事件入邊，似乎唔係啦。咁再加上喺2017年以後，美國嘅官方已經陸續發表咗一啲確認咗嘅佢哋解釋唔到嘅不明飛行物體現象咧，我覺得即係今時今日對呢個羅斯威爾嘅事件重新去檢驗咧，的而且確咧就係已經係燃眉之急，個非常之即係迫切要做嘅事。我相信我講冇幾耐之後咧，其實即係美國嘅國會啦，都可能會重新審視翻一啲佢哋以前認為係唔需要再去深切，即係去深入調查嘅一啲嘅不明飛行物體嘅重要嘅個案啦，例如係羅斯威爾。咁其實喺即係前幾年啦，應該係2021年嘅年尾咧，咁我就去咗英國。咁當其時去咗書局，咁呢兩本書咧對我嚟講咧係幫助相當之大嘅，就係因為經歷咗咁多年咧，呢個羅斯威爾嘅事件已經足夠有個資料咧，可以輯錄成一本相當之厚同埋全面嘅書。咁呢個就係 Roswell 嘅 Ultimate Cold Case 啊 ，closed。咁但係2023年咧就係話俾聽未 close 嘅，仲有好多新嘅資料咧可以發掘。咁但係呢本書咧喺呢個英國出版嘅，即係喺英國我連去英國嘅專賣純比學嘅書籍嘅時候咧，咁我就即刻不假思索即刻買出嚟，因為咧呢個對於我哋去系統性地嚟研究呢個羅斯威爾嘅事件咧，係幫助相當之大嚇。咁另外呢本咧就係延續嚟啦，呢個涉及到咧就係喺發現咗飛，佢哋認為發現咗飛碟之後擺咗邊個地方，嗰度仲有啲咩消息條落咧，亦都透露咧，亦都係一本好詳盡嘅書嚟嘅。咁呢兩本書雖然咧就唔係以 ultimate answer 唔係一個最終嘅結論，但係已經對所有嘅即係對呢個題目有好有興趣嘅朋友咧，一個好大嘅幫助。咁但係好可惜咧，呢兩本書我諗相信暫時都未譯翻嚟做中文嘅。但係咧，我就會好詳細，或者我已經好詳細地去睇咗呢本兩本書嗰個內容咧。咁到呢個羅斯威爾事件再值得我哋去喺2023年之後再去討論嘅話咧，咁我哋就會長加利用。咁但係呢一集，即係伏黑板最早期嘅，即係我哋去講個羅斯威爾事件，咁聽眾或者觀眾佢哋睇嗰陣時或者聽嗰時候應該有一個咩態度呢？就唔係聽入面有啲咩嘢好清楚，而係聽我哋講漏咗啲咩嘢。以今時今日2023年或者更加即係新嘅消息 update 咗之後呢，其實當其時我哋睇呢個問題有冇缺乏咗一啲嘅角度呢，或者全唔全面呢？咁呢個係我哋即係我衷心希望大家聽嘅時候呢去發掘嘅。咁但當然啦，即係呢個外星人究竟存唔存在，或者我哋幾時發現呢？其實我係相當之樂觀嘅。喺呢個節目做嘅時候，大家對呢個飛碟嘅研究呢仍然係抱住一個極度懷疑甚至係恥笑嘅角度。但係2017年之後呢，其實大家會將呢一種咁嘅呢個題材呢係視作為一個主流新聞嘅題目嚟。咁呢個係我哋做節目最開心嘅地方。好啦，唔阻大家去聽返或者欣賞返呢個神秘之夜復刻版之羅斯威爾事件。神秘之夜又開始啦，咁今日呢有幾圖啦，同埋何故啊同我哋做節目啦，咁好高興呢，我哋呢個節目呢就足之係應該長做。再唔係特備節目啦。再唔係特備節目啦，我哋應該長做啦。咁至於嗰個具體嘅時間呢，就睇我哋個公佈。咁呢就今日呢我哋講呢個題目呢就飛碟學啦。咁飛碟學呢應該係咪幾圖嘅專長嚟㗎？唔敢講係專長。你有好多專長㗎喎。咁解啫。但係呢，大家唔好聽到一聽到飛碟學呢就覺得嘩，即係呢啲吹水嘢嚟㗎。吹水嘢嚟㗎。我講一個證明點解唔係幾圖講飛碟學唔係吹水呢。因為好多年前呢，大家都記得有個
特備嘅電視節目咧，係就解剖外星人啊，係啊，冇錯。咁咧就阿紀圖咧，當其時咧係第一個，即係從一個即係紀錄片嘅一個製作者嘅角度去睇爆呢件事，好理性咁分析添嘅。係佢初初嗰時佢就叫即係因為咧就即係當咗我係飛碟專家，咁嗰時咁我都可能你真係專家嚟㗎嘛？嗰時佢揾咧就最容易揾嗰個啦，可能係嗰時1995年嗰時啦，我都記得。咁樣就咁佢咧就其實開頭嗰時候咧，佢引我去上嚟嗰時候咧，即係就講話佢可以原來即係初初話咧就佢有嗰啲原裝嘅16米嘅飛碟。即係嗰個解剖嘅嗰個原裝16米嘅片段，嗯，哇！咁我即係好開心啦。點知真係睇到原來唔係嘅，冇嘅。咁但係咧就即係其實後屘咧睇嗰陣時咧，咁我都係作為一個叫飛，即係其實飛碟學好緊要嘅有一樣嘢咧，要大家要記住嘅，即係咧佢除咗咧飛碟學咧，我哋除咗去研究咧究竟呢個世界有冇飛碟之外咧，仲要去鑑證嘅，仲要去辨證究竟咧，即係你所見到嘅嗰啲飛碟係真定係假。呢、這個係反而係最緊要嘅，咁啊即係作為飛碟學咧，裡面咧就係嗰個反而最重要咯。咁啊當時咧就即係嗰個解剖外星人嗰時候咧，咁我一睇，其實我睇咗嗰啲叫所有嘅片段咧，睇完之後咧，咁我都講話唔好講個解剖外星人，因為好多嗰啲譬如解剖學專家啊，或者有好多嗰啲博士咧，其實佢哋信嘅喎，佢覺得嗰個片段咧無懈可擊嘅。咁但係我睇嗰時候我都話。首先撥開嗰啲嘢唔好講住，因為嗰啲咧即係可能好專門嘅知識咧，就或者咧你冇一啲個叫基礎嘅認知咧就唔識嘅，即係我覺得嗰啲教授有冇基礎認知，係冇飛碟學嘅基礎認知啦，解翻先得嘅啫。咁樣咧，咁即係唔係其實因為講笑啫，咁但係咧又因為咧，唔係因為其實咧飛碟學咧有好多其實好多人搞鬼嘅啊，即係嗰啲問題。咁但係咧就即係其實我就用一個叫做係即係嗰叫電影嗰個拍攝嘅嗰種行為心理咁、就可以睇到咧，根本咧嗰個攝影師拍攝呢個片段嘅嗰個攝影師咧，係就唔係40年代嗰啲攝影師，唔係40年代嘅紀錄片攝影師。咁所以咧嗰、那個咧就即係喺嗰個一喺度講嘅時候咧，就因為同埋有好多嗰啲細節嗰度咧，印證咗佢即係可能拍過 MTV 嘅嗰啲，即係80年代 MTV 嘅嗰啲剪接啊、推鏡、啊，尤其是搖機啊，嗰種咁嘅嗰時咧，咁一講出嚟咧，就原來連啲的士佬都明白嘅，即係一講完之後咧，跟住咧咁就即係大家都覺得，咦係、哦，其實嗰樣嘢假得好緊要喎、哦，咁樣。跟住即係跟住到我落街嗰時候咧，啲的士佬都話：啊，你係咪頭先嗰位林生啊？啊，係、咯，即係根本係假，假得好緊要咁樣。咁呢啲係其實最重要咯。我覺得當你係認識飛碟學嘅時候咧，其實你對嗰人咧好奇咧，係即係可以觸發你咧，就可以研究好多好、多唔同嘅嘢。但係咧，你除咗你去好奇、有興趣研究之外嘅時候咧，你都要具備嗰種叫辨證嘅。嗰、個去同埋你要深入啲咧去研究咧，咁字係一個好好嘅方向嚟嘅。即係有批判嘅思想。係咩？因為咧，其實我覺得好多唔好意思，我係咪講得太多一隻咧？唔係，你講下你講下。因為我覺得其實咧，飛碟學咧，好多年輕人好中意嘅，因為佢覺得佢依樣嘢好新好耶啊嘛，因為哇，有冇飛碟啊，同埋有冇外星人嚟啊咁樣，佢會一聽到飛碟嘅題材，佢會好興奮。咁但係呢即係咁我哋呢就即係其實普遍呢就係好想呢即係譬如當你研究飛碟嗰陣時候呢就好似我僆仔嗰時間就係用一種叫科普嘅形式呢嚟研究。因為呢佢飛碟學呢佢可以令到你展開呢你對天文學嘅興趣。令到你呢就展開呢對一啲叫物理學呀、或者一啲叫文科或者理科。歷史添啦。係啦即係嗰個興趣。甚至呢有陣時呢你對於有啲靈學呢即係譬如玄學嗰樣嘢，譬如超自然學，佢掂到好多，譬如心靈感應有啲，即係比較上咧，而家科學咧都未曾有一個好即係好詳細，即係印證究竟係真定假。但係的而且確咧，就有好多實驗咧，就發覺係有嘅，嗰種咁嘅嗰啲超自然嘅現象。咁呢度係超自然現象嗰樣嘢咧，咁但係咧佢就係飛碟學可以將呢一啲即係咁多唔同嘅學科裡面咧，佢係用一個系統化咧嚟去令大家咧即係認識。呢種唔同嘅學科，咁嗰樣嘢呢個其實就係好有學術性嘅啦。而家通識咧嗰個流行嗰時候咧，其實咧飛碟學就最早嘅通識學嚟嘅。咁你如果你用呢種方向咧嚟去認識飛碟學或者研究飛碟學嗰時候咧，你就會有一個叫知識提升嘅。呢、這個咧就反而咧係我哋即係飛碟學會啊，即係嗰啲眾即係嗰啲裏面眾幹事啦、即係而家嗰啲教授級嚟噶嘛，好多都係。
咁其實想大家係有呢種嘅方向咧嚟去睇飛碟學咁樣嘅。嗯，咁仲簡單一句就話，喂，唔好聽到有飛碟，係。跟住，其實你聽到或者你睇到呢啲資料嘅時候咧，你用一個比較客觀係同埋批判嘅角度去睇下先。你唔好一定假設佢有或者冇。係啦，呢個好緊要嘅。咪甚至乎係咪一定飛碟係等同於外星人咧？係啊，有啲人會講話嗰啲係飛上天嘅。嗱，學有啲基礎啦。飛上天嘅嘢，可能呢個係個古代嘅文明，突然間能夠穿越時空咧，唔一定係外星，可能都係地球人，只不過唔同時空、唔同嘅空間裏面嘅啫。咁你而家開始加咗啲日本卡通嗰啲元素喺度，我細個都係咁學噶嘛。其實啱嘅，佢裡面咧牽涉到好多唔同嘅嗰個範疇。咁不過咧，我覺得咧，即係譬如當大家去研究飛碟，嗱而家咧其實係有好多人都講咧，譬如我哋七十年代嗰陣時候咧，開始研究飛碟嗰陣時候咧。都已經知道咧有一個即係好普遍性嘅認知咧，就係話其實你能夠揾到，譬如喺傳媒裏面咧成日出現嘅嗰啲飛碟嘅嗰啲個案啊嗰樣嘢咧，基本上咧喺8%裏面嗰度咧，其實有70%係假嘅。即係喺當時咧就已經咧即係好知道咧，即係因為有好多人咧就其實將飛碟呢樣嘢作為一個搞作。如果你冇一個好好嘅一種叫做係辨證嘅嗰種咁嘅知識咧，你好容易咧就俾一啲或者一啲飛碟片段啊，有啲嘢呃到嘅。係咪因為嗰陣時咧啱啱地球人可以踏足月球，所以個星空熱潮，跟住有星球大戰嘅電影啦？係呢個都啱嘅，因為咧即係基本上咧七十年代咧就嗰個係叫第二波飛碟熱啦。咁嗰種飛碟熱潮咧嗰時候咧促使到咧好多人咧都其實對飛碟好有興趣。咁但係咧就即係其實就有好多有真有假嘅啲資料咧嚟做，仲有另外一個陰謀論嚟講咧，就其實咧好多時咧有啲譬如真嘅嗰啲消息一出嚟嗰陣時咧，就即刻咧有啲假嘅混淆視聽啊，稀釋咗佢，咁啊令到咧即係等好多即係一般嗰啲觀眾嗰時唔知嗰樣係真定假咁樣樣嘅，咁呢個有種陰謀嘅，見到真都話係假㗎啦，點有可能咧？上次啲盧海鵬都咁扮啦，咁但係咧即係其實去到90年代或者係而家21世紀咧，互聯網嘅進步嗰陣時候咧，就其實開始有啲改觀啦，就基本上咧係有99%係假嘅。99%假添，即反而係多咗啲虛構嘅惡搞嘅多好多，因為咧而家嘅嗰種叫做係仿真工嗰種叫仿真嘅技術咧係更多啊，咁樣咧就即係咧，所以咧你會睇到啦，嗱而家我哋睇戲咧，即係睇嗰套咩末世天殺係咪啊？話嗰個咧直頭係用一個 DV 嘅形式扮嗰個紀錄片，哇！啲特技係犀利得好緊要。咁佢咧就依一種咧，其實而家咧，當你做一個假嘅嗰啲譬如飛碟嘅片段咧，相當之容易嘅。甚至可能咧，或者一個瘦仔啊，年青人咧，佢住喺屋企咧，揸住 fashion 咩都做到出嚟嚇。咁所以咧，有90%咧就會係假，咁更加需要咧，你係有一個叫做係嗰個叫做基礎嘅認知咧，而你只可以辨到真假。咁啊，即係如果你想做一個飛碟學專家咧，唔係咁容易噶。不過咧，嗱有樣嘢咧，就其實可以做一個普遍嘅講俾你聽嘅。你成日喺網上咧，你見到一啲飛碟片段咧，講俾你聽，幾多90%係假咧？因為其實如果你拍一個飛碟片段，可以好貴嘅，亦都可以好平嘅喎。咪喺個版權上平嘅就即係有問你睇佢係咪專家，或者佢係咪想將佢嗰樣嘢公開俾你？咁通常咧，你喺有啲片段裡面嗰度咧，拍攝嗰人你都唔知係邊個嘅嚇，而家掉出嚟一定係唔知嘅，係要好神秘。呢個咧係不知名嘅人士拍咗上去，失去咗聯絡啦已經。咁你即係佢揸住個片段嗰時候，其實如果那個片段咧係佢真係佢自己現場拍到咧嗰時候咧，係佢會好大嘅，你會發覺大尖叫啦。佢有一個價值嘅，因為嗰個價值咧講俾你聽，基本上你如果你就咁揸住嗰片段咧，你賣俾一個傳媒、一個電視台、一個咩咧？你可以得到那個叫版權的價錢呢相當之不足的。咁如果呢你會睇到呢在個網上隨便呢一兩個流傳的那些東西的時候呢，你又不知道那個是叫乜水呀、啊、那個呢那時候呢佢好多數嗰時候呢就已經你會知道呢佢裡面呢有一樣嘢佢自己隱藏自己的身份。咁呢種隱藏的身份嗰時候呢，你可以話有兩個可能性呀、啊、第一佢係好偉大啦，佢發展咗之後嗰時候呢佢唔想係將佢嘅謀利咁樣。咁但係咧就即係其實你會發覺咧，大部分咧佢依啲炒作嗰陣時咧，去到後來你會發覺咧，佢其實佢都係有啲陰謀喺度嚟嘅。但係唔係啊嘛，而家有好多版本就係話咧，我係執到部機，係啦，我上去
霹雳嗰阵时，突然间见到个大树，仲要棵大树咧被雷电劈中咗嘅。突然间隔篱有部机坏坏地嘅，出嚟睇，哇！发现咗喺个断断续续嘅片里面有一段外星人嘅情况啊，好惊啊！喂，学哥，系你地下执到宝，嗰个系你噶啦，你揸住咗嗰段菲林，你学解唔系揸住呢个菲林里面咧俾人咧吓，咁、而你俾人嗰时候咧，你就可能你最输最得闲就咧，可能你拎佢某份报纸报料，佢都话可以俾到几多钱你，即系咁样样嚟嘛。咁你会发觉咧，即系其实你点样讲都好啦，一睇嗰时咧，其实咧你会知道我哋就其实咧就最简单嘅就系佢发布嘅动机。梁錦祥就好熟啦，因為新聞學嗰、動機論呢個好好。唔係佢發布嘅動機，你喺個動機裏面咧，你就揾到佢係 innocent 咧，定係咧有意圖嘅。咁如果佢即係佢裏面嗰度咧，你從呢個叫最簡單最基礎嗰樣嘢動機裏面去揀嘅時候，你可能已經撇走咗一大半嘅嗰啲即係嗰啲叫飛碟新聞啊，疑似飛碟新聞。咁然後咧，跟住咧，你就慢慢再縮窄咧，你咧就可以揾到嗰啲即係邊啲係真邊啲假。同埋一樣嘢咧，我就算我同以前同阿何故做完一啲節目咧，我哋都收過一啲電郵啊、討論啊、電影啦，好短嘅短片就係、外星人。咁但係我睇到我就覺得唔可信啦，唔可信嘅原因就係、外星人個樣咧係應該係咁樣。Okay， 啲好簡單嘅推理嚟嘅。基本啦，嗱，我覺得仲有一個真實嘅個案俾大家知啦，即係因為真人真事嘅，就係咧即係咁，我唔講係邊一個啦，因為我熟悉嘅嗰個人啊，咁就是、某一位香港嘅電影導演。哇！佢就拍咗一套一個片段，咁、個片段咧咁佢驚為天人，就講咗俾好多人聽。咁咧就咁咧，即系咧就已經傳咗出去咧，就好多人都知道咗，即系話佢擁有嗰個片段。咁、嗰個片段咧，咁就其實咧就即系喺另外一啲途徑嗰度咧，其實咁我哋都得到個片段嚟。咁但係如果好奇怪，喂，你識得我噶？咁我係飛碟學會嗰啲人嚟嘅，點解你唔揾佢做鑑證咧？咁樣，咁啊，所以咧就都主動問佢，咁佢係啊係啊有啊有啊，我自己俾你啦咁樣啊。但係到今日都未俾你，唔係都係冇俾。咁但係咧就真係咧咁，跟住咧咁，真係咧我就都沉不住啦。咁我講，喂，你講個片段，喂，我睇咗啦喎。嗱，爭啲乜嘢？爭啲咩嘢？你再做好啲先，你做邊個啦？即係而家今時，阿哥，你即係唔好搞啲咁嘅嘢啦，係啦，即係因為咧佢可能佢覺得呢度可能一啲叫做係。恶作剧、无伤大雅嘅，咁其实事实上咧就而家嗰个片段咧，其实都几广泛流传嘅。不过即系咧，其实我哋喺个内行嗰度知道咧，其实嗰个假得好紧要吓。咁、但系咧就即系咁，呢个系其中一个个案咧，就讲俾大家听咧，系其实有好多即系嗰啲而家嘅嗰个片段咧，系做得好过嗰位仁兄好多。嗰个系一个电影导演嚟添嘅。嗱，咁我身边都教佢，嗱，你要做好啲，有啲咩嘢咧就做翻好啲啦。咁样技术系会不断进步啊嘛，几堂唔系。唔係佢嗰個未學滿師就出山啦，係啦，唔係依個好緊要，因為咧其實咧咁，因為點解我講話嗰個即係話有99% 係假，有1% 係真嘅咧？但係咧依樣嘢咧就唔足以令到大家咧係講話飛碟學呢樣嘢咧係唔即係原來好小兒科冇得存在，因為依個咧就我就聽到即係嗰個譬如飛碟學嗰個專家啦 ，Stanley Friedman 咧，因為佢之前都嚟過香港，就講佢就專研究羅茲威二事件嘅嗰位飛碟學專家。咁佢鑑證學咧最一流嘅，即係講 Roswell 啊，係啦，羅茲威爾嘅嗰個專家，咁佢都話，佢話其實佢縱使淨係得翻1% 嗰樣嘢，你都仍然要解釋嗰樣，你印證到佢係真咧，就依1% 咧，你全部你用曬辨證學咧，印證係真嘅時候咧，就係、佢就100% 係真嘅啦。因為呢個就最緊要嘅就係點解咧？就因為咧，佢就係用嗰、那個譬如羅茲威爾事件佢所得嘅嗰啲資料咧，係從一個叫做係一路打上去問，係質疑美國政府，而係去到嗰個美國政府嗰啲即係美國嘅議院嗰度咧，就提出佢呢個咁嘅質疑，而係迫使到政府要交出佢哋有嘅呢啲羅茲威爾事件嘅嗰啲檔案檔案出嚟，咁做咗一個好成功嘅例子出到嚟。咁甚至佢有好多方嘅阻挠咧，咁多年以嚟咧，佢都其实佢唔系研究好多个个案嘅，佢只系研究3-4個都已经足够噶啦。佢已经足够啦，佢已经变成一个即系飞碟学嘅一个大专家嚟噶。咁佢就讲得好清楚，就话你呃我就你呃我咧，我冇得同你斗。喂，但系咧我就用翻啲证据咧嚟去同你去 challenge， 因为咧观众系要知嗰个系真相。喂，但系依罗茲威尔事件咧，好似不了了之咗噶都。唔系，都其实都唔系。
因為羅茲威爾事件咧，嗰、那個叫第一，即係嗰個叫係第一波嚟嘅。因為佢嗰陣時咧，就喺1947年嗰時就發生啦。咁啊，佢引起到咧，喺1950年代嗰時候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嗰個即係地區嗰度咧，即係都講咗佢哋嗰個即係話有飛碟嘅嗰種發現。嗰陣時有51區未嗰陣時，未有啦，未有啦。嗱呢個其實我就要喺呢度插一插俾我講。頭先一路講嗰度咧，我自己未聽之前，我有一個相反嘅結論嘅。我當即係未講之前，我其實係一路以為咧，喺冷戰期間嘅飛有關飛碟嘅報導咧，係好多係假。反而而家係冇咗冷戰呢、這個背景因素咧，會令到呢啲咁嘅報導咧，可能真係嗱。點解會咁講法？就是、正正頭先你講1940幾年嗰次開始，你知唔知即係近代現代嘅飛碟嘅報導開始咧，就似1947年，就有幾人叫 Kenneth Arnold。佢揸飛機，佢真係見到。嗱，呢個時間就正值咧，就係美國同蘇聯開始冷戰嘅時候，就係呢個納粹德國咧係敗手嘅時候。其實你我哋抄開呢個頭先你講嗰啲檔案嚟講咧，係咪整個事件或者將嗰個檔案去審查嘅原因係同冷戰本身有關係咧？肯定有關，而且到而家嚟講。都仍然有關，梁根俊，你講出呢樣嘢真係其實係好嘅，同埋你會睇到咧，基本上飛碟學咧裡面有一個好大嘅範疇係講陰謀論嗰樣嘢。點解咧？就因為你會知道咧，其實佢除咗研究叫話外星生物係唔係真係存在嘅呢個咁嘅學術性嘅討論之外嗰陣時候咧，就係、是、其實呢種外星生物咧，佢最重要嘅有一樣嘢令到人哋好有一個好奇啊，好好奇同埋好吊詭嘅出現咧，就係話喺羅茲威爾事件嘅嗰個個案裡面咧，佢係已經咧就引發到咧，即係話呢一班外星嘅生物咧裡面咧，佢唔單止咧佢來訪地球，佢做咧就帶嚟咧好多咧即係一種即係地球人所未有嘅一種科技。嗯，咁而呢啲科技咧，就到今時今日咧，就亦都咧，就有好多人喺度講，究竟佢哋咩科技嚟嘅咧？咁咁呢啲係我哋留待下一次有機會再講啦。咁、但係咧，佢喺嗰個1947年羅茲威爾事件嘅引起咧，就其實大家咧即係喺度除咗各國嘅嗰種叫科技競賽嘅之爭咧，其實最主要引起咧就係、是、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嘅嗰個核彈嘅喺廣東嘅爆發。即係嗰個咧，就引起咯，而家講叫核子嘅時代啊，啲連電啦，中先呢一集都講啦嚇，1957年即係嗰個內華達州嘅嗰個實驗係好重要嗰樣嘢。咁佢咧呢樣嘢咧就引起咗嗰個叫做係，所以有種叫做軍事嘅競賽啦，亦都嗰個叫做係太空嘅嗰種鬥爭啦，美蘇嘅嗰種叫做係鬥快上月球啦，科技嘅競賽啦。咁啊，去到1970年代咧，就再係一種嗰種叫做超級武器嘅嗰種，或者星球啊，頭先何故提及咧，就係列根嗰個星球大戰嘅嗰種進行啦。去到1990年代，尤其是1991年嘅柏林圍牆嘅打解咗啦，就係、是、看似冷戰結束。但呢個嘢就大家要留心就叫看似冷戰結束，係疑似啊，前個世界好似進入咗一個新嘅局面，係突然之間咧，你會睇到咧，好似話，我哋同以前唔同咗，我哋冇咗冷戰喎，開始有一種鐵幕已經解破咗啦，亦都嗰時就開始展開咗，譬如戈巴卓夫嘅佢所講嘅嗰種叫做咩一種新思維嘅想法，就係話咧，其實大家一種共融嚟嘅。同埋咧，即係大家咧，即係都要開始小心咧。我哋而家手頭上，我哋所有嘅核武咧，就唔係變成咗摧毀自己嘅一種嘅空氣。因為佢話唔係因為打仗咧，你有核武咧，你就可以贏嘅。就係、是、可能一次嘅意外咧，都可能都出現一個全球出現咗一個問題。咁、那個新思維咧，就裡面咧，就你會睇到咧，好似大家就共同解決一個叫核子個禍害，即係帶嚟嘅禍害咧，嗰種嘅準備。咁但係咧就去到而家咧，大家就喺度睇翻咧，嗰個頭先梁錦祥講嘅疑似冷戰結束嗰樣嘢，原來好似未結束嘅喎。敵人轉咗。而家咧你會睇到咧就開始咧就又嚟翻啦。而家開始嚟翻嗰個咧唔單止咧，即係譬如你睇到咧，即係美國嘅嗰個開始要揾邪惡族心啊。係啦。咁同埋咧，亦都咧你開始咧即係留意到，譬如你話北韓。或者阿富汗，或者咧係即係伊拉克，佢哋一直咧就話被係可以影響全球嘅嗰個未來嘅嗰個叫和平嘅一個好大嘅危機。
咁而家甚至呢就開始討論返呢，原來佢蘇聯嘅雖然瓦解咗，即係變成返而家俄羅斯之後嗰時候呢、原來俄羅斯呢就有一種新興嘅嗰種叫做大勢力，咁叫係唔係一個國家嚟嘅，係一班黑幫，呢班黑幫呢就好犀利，咁你而家發覺呢就開始討論緊型嘅，咁呢就係基本上呢你會發覺呢喺跟住911之後呢，大家都開始講返呢，原來冷戰係變咗另一種形式，原來係仲喺度出現緊嘅。咁所以咧，而家呢種咧，即係呢種嗰個叫戰爭嘅危機咧，大家發覺都有湧現翻出嚟。咁你會睇到咧，就係有趣就係呢樣嘢。但係阿基努，你可唔可以具體講講冷戰同埋個飛碟之間呢啲報導嘅嗰個具體嘅關係喺邊度咧？係啊，嗱，佢因為點解會冷戰會做到嗰、那個即係譬如同呢啲即係譬如呢啲咁嘅即係真係有一個叫成個地球嗰個叫。嗰、那個叫局勢呢政治局勢呢咁有關係呢，其實因為呢香港飛碟學呢就以前呢即係有已經呢即係好即係話究竟有冇一種叫做係會外星人啊，咁蘇東坡都有講啦，即係明月幾時有咁樣都話即係有上咩嗰度呢，其實古往今來呢都有好多人都認為有啲天人啊嗰樣嘅存在，咁呢樣嘢呢就其實一直呢係一個叫人嘅瑕疵嚟嘅，人類嘅瑕疵嚟嘅，咁嗰種呢就即係叫唔係促使到呢即係變咗一個叫飛碟學嘅嗰種研究，其實嗰個叫根基嚟嘅，咁但係呢就去到1947年嘅嗰個羅茲威爾事件呢，同埋包括埋嗰、那個古巴嘅佢嗰啲政府，佢都提出咗佢哋有佢哋政府軍係曾經追過飛碟啊，即係嗰嘢之後嗰時候呢就展開咗而家我哋所謂嘅飛碟學嘅呢種咁研究嘅熱潮。咁但係呢就喺個歸根結底嗰度呢，就係喺羅茲威爾事件嗰度呢，其實一直呢佢哋即係喺度流傳呢，就話見到嗰班飛碟嗰班外星人，嗰班外星人呢即係就係話嗰時羅茲威爾事件嗰時候呢，就唔係嗰個飛碟墮毀之後嗰時候呢，嗰啲外星人係死曬嘅，有傳聞話佢哋係在身嘅，亦都有傳聞傳咗出嚟呢，就話呢一班外星嘅生物呢其實係好似一種科學家嚟嘅，咁佢哋係研究嘅人員嚟嘅，研究返人類嘅，佢唔係研究人類，佢研究呢就嘩你哋搞呢個原子彈核子彈喂唔好啊，呢樣嘢係好大件事嘅，佢唔單止影響一個地球嘅嗰、那個危機出現嚟，成個宇宙啊，係啦，佢嗰個呢因為佢會影響成個宇宙嘅嗰個平衡啊，嗰樣嘢，咁呢個呢就係亦都喺個飛碟學嗰度呢一直呢都喺度講緊嘅一個傳聞啦，你唔能夠話一個印證，因為而家我哋都搵返嗰班人啦，咁呢種傳聞呢就一直帶落嚟呢，就係去到呢即係去到呢佢哋係講話呢個核子危機呢樣嘢出現，第二樣嘢呢就話佢哋嗰種科技呢就係呢就留咗落嚟地球，俾地球嗰啲人呢就執到嗰啲科技嗰時呢去研究嗰時候呢就出咗好多新嘅，會俾可能呢就會俾嗰啲核子原理嗰度有更加新嘅嗰啲嘢出現啦，譬如好似嗰時嗰啲 Philadelphia 事件嗰樣嘢出嚟。咁一直呢去到而家嗰時候呢，你會睇到呢其實嗰啲軍事競賽呢裡面呢有好多科技呢都係呢極有可能外星人呢啲外星嗰個有啲關係嘅，有啲關係嘅。嗱咁呢個真係第一階段嘅飛碟學啦。係，咁我哋趁住第一階段完嘅時候，我哋休陣間，但翻嚟咧就第二階段。梁錦祥工作室喺呢一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嘅年代，我哋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堅拒自我審查。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请大家订阅梁锦祥工作室 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守护自由言论。而我们在 YouTube 频道上面的每一节节目，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啊！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